今天这个虾，这个虾的虾背也好，你们都说这个虾背是那个是虾线哈，我现在给你们当场给你们做看这个哈，我说是虾黄，你们说虾线。现在我锅里边烧的水，哈，我这样，我把这个锅挪过来。我现在锅里烧的水哈，你看我烫一下是啥样的啊？你们总说这个是虾线，它煮熟了它就是虾黄。看见没？你看见没？你们吃的时候千万不要扔掉，这个是个虾黄，一般的虾都没有这个虾黄。这个是虾脑，这虾，这个是虾，这个是虾胃，这个是虾胃，虾胃。这个虾也是特别大，那个蒜是新蒜，它总是沉下面。马上直播。